而叫家教。你填到学校学文化，来一天老师教给他们三个字儿，三个字儿就是你我他。老师怕学生听不懂，特意给他们举例子。这三个字儿怎么讲啊？你是我学生，我是你老师，他。他用手一指旁边的女同学，她是你的女同学，名字叫花花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佳佳放学回到家，见到了妈妈，说了话。今天老师教给我们三个字，三个字就是你我他。哦，你我他，那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还能给你们举例子。那说说看吧。你是我学生，我是你老师，他。大家用手一指他妈，他是你的女同学，名字叫爸爸。他爸一听来了气，当时给他一巴掌。错，你老师讲的全不对，大白天你说谎话，给我胆敢这样讲。你是我儿子，我是你爸爸，他不是爸爸，他是你妈。记住了吗？啊，记住了。佳佳第二天见到了老师，说了话。老师，我宝宝求你讲的全不对啊，还给我说嘴巴。哦，讲的不对啊，哪儿不对？以后他应该这样讲。你是我儿子，我是你爸爸，他不是爸爸，他是你妈。谢谢。